伊甸，他似乎在发呆。再走近一点吧。又来了，这些记忆还真是神出鬼没啊，就和他们的主人一样。甚至都没有发现。你好，伊甸。啊，牙医小姐。啊，抱歉，我刚才有些走神了。有什么事吗？倒也没什么事。不过，我在来的路上看到你的海报了。我也看到了，真怀念呐，那段青涩而单纯的时光。还有帕朵的通缉令，和梅比乌斯实验室的招募宣传单。嗯，这就是艾丽吧，会把她感到有趣的事物巨细无遗地记录下来。伊甸，你原本就知道勇士乐土的存在吗？嗯，不，不是这样的，牙医小姐。该怎么说呢？看见这里的第一眼，我就已经确信，它属于艾丽，就像作曲家会有自己的曲风一样。这里的一切也如艾丽那样欢快、纯洁。伊甸也知道，艾丽西亚是第十三律者吧？那要看牙医小姐如何定义律者了。与牙医小姐不同，在我们的时代，成为律者即意味着与人类为敌，为世界带来难以平息的苦难与伤痕。但艾丽并非如此，她不是我们的敌人，更不是人类的威胁。她是为人而战的战士，更是那唯一的聚集英杰之人，也是我无可替代的朋友。艾丽就是艾丽而已。在我眼中，她始终是一个讨人喜欢也令人敬佩的女孩，仅此而已。而第十三律者，那更像是她为自己准备的一件嫁衣。我想，那应该是艾丽想要亲口告诉你的故事了。她的意思是，艾丽西亚变成律者之后依然保留了原本的人格吗？就像我一样。很明显，伊甸知道些什么，但没有说出来，是为了我，还是为了艾丽西亚？艾丽一定是希望牙医你多了解一下她吧，她想让你自己感受这一切。毕竟，这里是她的记忆，你正行走于她的内心，能一一窥见那些被她珍藏于心底的感情。感觉说了太多包庇艾丽的话呢。不会。那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或许要在此失陪了。我还想去见见另一位好朋友。我明白了，谢谢你告诉我这些，伊甸。被艾丽西亚珍藏于心底的感情，再四处看看吧。加入烛火之鹅，以招募广告而言倒是蛮朴素的。是威尔威，果然这种场合他绝对不会缺席。什么？这位观众可真是心急呢，我还没有发出邀请
就擅自入场了吗？好吧，至少我知道你是哪一个威尔威了。你真的不考虑一些更正常的出场方式吗？尹夫人，对我而言，正常就是失败。你会喜欢失败吗？好了，来吧，真正的惊喜可没这么简单。剑魔出鞘。我就知道你会出现在这里。当然了，你都不知道艾莉西亚这一下闹出了多大的动静。我的新演出刚刚筹备好，结果风头都被他抢走了。一会儿让那个只知道打铁的我带着新型号四处转转怎么样？看来你不太喜欢这里啊。不喜欢倒是称不上，不过一个像我这样的人，在发现有些惊喜我竟然一无所知后，会是什么样的心情？你应该也想象得到吧，可爱的观众。果然，他也不知道勇士乐土的存在。算了，还是不提那些伤心事了。你一点都不好奇我准备的惊喜是什么吗？你这么说，我反而不敢好奇了。没关系，越是你这样的人，惊讶的表情才越有意思。那你的自拍？所以我才说你真是位心急的观众啊。这是天会的刻意？不，不太一样。对了，就是这种表情，我真是太喜欢了。你对苏做了什么？别多想，是其中一个我进行的某种尝试，参考了刻印的设计原理，能暂时激发使用者的潜在力量。又是反凯文武装？没错，还是便携式的，很方便吧？缺点是对一些敌人会失效，不过你应该不用担心这个。作为今日演出成功的庆贺，我会把这些魔术卡牌全都送给这位可爱的观众。接下来，让我给你详细说明一下这些卡牌的构成。如你所见，每种卡牌都对应了一个不同的刻印，但如果仅此而已，未免也太过无趣了，所以我额外增添了一些维尔威的元素。首先是象征着我的天会的魔术师，这副牌组。抱歉，我就不必了。啊？哎，这位观众，演出可还没有结束哦。我想，应该会有人比我对你的这项发明更感兴趣吧。比如，科斯摩。唉，好吧。优雅退场也是魔术师应有的教养之一。我会把这些卡牌藏在各个区域的宝箱里，如果你回心转意了，随时可以去拿哦。至于我，差不多也是时候去这片区域正中心的那座高塔看看了。魔术师的直觉在呐喊，告诉我那里一定是最棒的舞台。你只是喜欢高处而已吧？谁知道呢？或许下次见面时，我就是华丽的空中飞人魔术师了。可爱的观众，下次演出再见。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啊，忘记问他第十三律者的事了。不过就算问，也不知道该问他的哪个人格。还是去找其他人吧。这个声音是
怕躲。声音是从那边传来的，去看看吧。怕躲。牙医姐，不是牙医老板，快救救我呀！别只是看着呀，牙医老板，你以前可不是这么冷漠的，我们不是同生共死的好伙伴吗？啊！我只是想不通，为什么会有人卡在宝箱里。看到宝箱就要去打开，不是冒险者的义务吗？打开后要钻进去仔细检查，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吗？的确是完美契合你的陷阱。好奇心害死猫，我记下了。快帮帮我呀，牙医老板！哦，对了，钱，我出。要不我还是自己想想办法吧。算了。牙医老板，你拔刀干什么？对不起，我是打算今晚去你那边进货，但我还没动手啊。什么嘛，原来是要帮我把箱子劈开呀。我就知道牙医姐最好了。是吗？那接下来该谈谈来我这里进货的事了吧。这个，哎呀，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。牙医姐，不如先看看这宝箱里有什么，你救了我，这里面的宝贝咱们对半分。一张卡牌，这好像没得分啊。帕朵，退后。怎么拿完东西还会再触发一次陷阱啊？设置了这么多层惊喜，我大概知道这是谁布置的了。逃走了，我们追上去。等等我啊，牙医姐。又是敌人，如果这都是威尔威的布置，未免也太多了。而且那个奇怪的个体，
去哪儿了？跟丢了吗？好吧。四神，我也不敢肯定，只是有种奇怪的感觉。帕朵，你见过那种敌人吗？哎，这个，老实说，牙医姐，你跑太快了，我根本没看清那玩意儿长什么样。不过在我们的时代，什么奇形怪状的东西都不稀奇，有牙医姐没见过的也正常了。或许吧。哎呀，先别管那个了，还是来看看我们发现的宝贝吧。哇、哦，竟然是印着维尔威杰的卡牌呢！我就知道。看牙医姐的表情，这是你的东西，那就物归原主吧，就当是报答救命针。算了，或许会有用，我还是收下吧。当然，只有这些肯定是不够的，作为救了我的报酬。嘿嘿嘿，牙医姐，我可以带你一起去搜刮，探索这个地方，你觉得如何？光是刚才一路追来，我就瞟到了好多宝箱呢。被艾丽姐藏起来的这个地方，肯定还有好多我们不知道的秘密。我知道的，只要是艾丽姐的事，牙医姐一定感兴趣。或许吧，比起宝箱，我更在意勇士乐图本身，如果能展开细致的探索，那确实值得一试。哦，那岂不是各取所需？哎呀，放心吧，刚才那种怪物我也会帮牙医姐留意的。那就这么定了。嗯，为什么回到了这里？因为要一个区域接一个区域，仔仔细细的全部探索一遍呀。宝箱，宝箱，金灿灿的宝箱。帕朵，你真的认识这里的路吗？嗯，牙医姐，为什么这么问？因为那条路我们已经走过好几次了。啊，是吗？光顾着找宝箱都没怎么看方向。牙医姐，你不觉得这里的路实在太复杂了吗？七扭八拐的把我都绕晕了。是你的探索过于细致了，从刚才开始你已经从三个不同的方向进入这一片区域了。哪怕你回来再多次，这条路上也不会凭空变出宝箱来。我这不是怕漏了什么重要的东西吗？第一次到这里来，当然要把每一寸土地都好好探索一遍再离开。我可是立志要搬空这里所有的宝箱。真是宏大的愿望。不过牙医姐说的也对，要是有办法越过这些凡人的围墙就好了。不对了，那把维尔威姐的万能钥匙肯定能派上用场，只不过被我放在其他地方了。万能钥匙？没错，
是维尔薇姐送我的一把能够自动适配所有锁孔的钥匙，进货时可好用了。当然，代价就是有什么维尔薇姐需要的货物，必须优先帮她找到。这钥匙真的有这么厉害？等拿到手你就知道啦。来，这边。